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哈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开铃铛，非常感谢你们。好，来玩这款机武将，登录方式有账号、email、手机，那有可以立即注册游客 Facebook。好，那这边有预约达成的一些礼包码，哦，你们可以记一下，然后进去里面去输入，好，六级之后就可以输入了。好，那想玩这款游戏的人，我会把他们的脸书资讯还有下载链接放影片下方资讯栏位。好，那伺服器目前开到18，那我来玩17好了。这款游戏我之前应该有玩过简中版本吧，只是游戏名字换了啦，所以说我的频道上你搜不到机武将。这边我们用跳的啦，我们被召唤过来了，我们被召唤过来了，在山洞里面被召唤过来，睁开眼睛被召唤到异世界。好，日本战国。好，剧情。那安土城之战，这边可以布阵，前排跟后排。那前排的话就竹青嘛，后排就弓箭手。好，我们是觉醒者。好，跟加藤清正打一下，金川议员。金川议员的话就故事上就是他被织田信长给打败嘛，在那个桶狭之战这段电视剧常演啊。好，释放奥义，这边就是集气满之后我们可以放奥义。好，这边就中规中矩嘛，就双方自动战斗，然后我们可以加速，然后可以手动释放奥义，然后到时候还可以开自动。这边有告诉我们在包错城池可以获得这个角色。这边我们只能先跟着引导来做啦。哦，织田信秀训练一下枪兵。好，上一页剧情。我们是 Dono 殿下觉醒者。那青州城之战之一，我们从安土城开始出发，然后开始打。他把那个通关冒险1-1、1-2、1-3的方式做成那个城池的方式，让你去推关。跟三国的玩法一样，三国玩法也是大部分都这样，就慢慢推，慢慢推。只是这一款是做成战国，日本战国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跑一下吧。那如果你看这个游戏频道，这个游戏你想玩的话，我会把游戏的下载连结啊，或它的 FB 啊，放影片下方资讯栏里。目前 Play 商店上面的评分比较低啊，2点多分，因为刚开服嘛，出了一点问题吧。下载次数是超过10000次。那游戏是4月9号预先下载，4月10号开服。那现在时间是4月11号的半夜。我前几天就看到了啦。但是我都是半夜才玩游戏嘛。好，先改名哈姆。系统设置的话，就简中嘛、繁中嘛，然后音乐、音效、推送，我应该是之前玩的是简中版本。只是还要再找一下当时叫什么名字啊。好，我们召唤了这个阿松。麻子。我妈子，我妈子应该是战国的美人之一吧，就叫阿松啊，还有什么阿国、啊，出云阿国是不是？以前都要娶她当老婆、啊。哦，我妈子じゃねえか。大概是这样了，我来查一下阿松。阿松，战国。好，我们继续按一下。好，阿松是那个前田利家的老婆，战国三夫人之一。好，反正就出生在尾张吧，尾张国东海郡。好，一个兔耳少女阿松。竹林院是不是一个和尚？我的印象啊，叫竹林院好像都是一个那个和尚。信長様より
次に攻める城は信長様、各戦士殿が決めようとの命がありました。それってすごいことだよ。好，继续。这边要推这个齐富城呢、啊，出征安土城、青州、齐富。以前玩最多的战国游戏就是那个，太和励志传。好，两倍。太和励志传也是我破关好几次的一款游戏、啊、，PC 版的，光荣的吧？电脑游戏。你可以当剑豪啊，可以当海贼啊，可以当商人，然后也可以当大美，统一整个全日本，自由度蛮高的，很爽，可以在地图上走来走去。我记得一开始没钱都要炒米、啊，开始买卖那个大米，把它炒高啊，然后钱就爆仓了，爆仓之后就可以为所欲为，你想干嘛就干嘛。好，这个是竹青，我们的织田信秀升阶。那这边是用糖果来升级技能啊，战力。好，升级战力技能，随便。这个应该是我们技能吧。好，这边的话可以提升我们武圣哦，总战力是不是？武圣等级，然后整个属性都加强，攻击、防御、兵力都加强。好，那这边有神社，大概率是要抽啊。好，第一次免费。好，加藤清正，我们刚好说嘛，加藤清正一开始是要跟我们战斗，是不是？一开始是我们敌人，反正现在要抽到他了。高级凤娜，好，往下拉。我觉得他背景音乐也太柔和了吧！我不知道这怎么念啊？哦，龙川一义，一个戴那个安全帽的，还蛮可爱的一个小萝莉，还戴眼镜，好像那个小学生哦。好，学会了升级我们的武将，然后学会了抽。那我们就继续。这边是觉醒者之路，是不是主线任务啊？好，出章院秀之域，竹林院嘛。好，竹林院。那我们这边有一些任务，什么把五个战机等级升到五级啊之类的。好，所以说自由啦。为什么我这么说？因为我看了一下那个留言评分，说什么。什么教学长啊？怎样的？没有啊，五分钟而已啊，也没有啊，现在大概八分钟嘛，八分钟他都忍耐不了、哦。我玩过二十分钟的呢，还有玩过三十分钟的教学，三十分钟包含剧情、动画，看到满，看到饱，看到很烦。好啦，那还好啦，大概八分钟你们就取得游戏的控制权嘛。好，礼拜五马六起才会开，刚刚那个序号你可以把它记下来。那我没有记。好，这边是排名战力，我战力现在才45000啊，新手签到。这个是冰凉，然后这边是累计签到，累计签到二分之一有。那基金储值的，我这。你只要看基金就是厨子啊。那手厨的话，拿这只角色 ，SSR 战机。他是谁啊？看不出来、欸。锦衣直政，好不认识。战国的武将没那么熟啦，没有三国那么熟。那这边是活动，登录有礼，几天啊？七天吗？好，七天登录有礼，这都是福利啊。然后这是累除，然后这是累积消费，这边都是储值的。那这边的话，无氪玩家只有登录有礼吧。然后这边有 VIP， 福利的话，信箱要再找一下事件。这个应该是体力，
好，每天有三个时段可以领这个体力，这个饭团就是我们体力吧。杀敌奖励，上线奖励，这个是哇，这么久、哦，竟然要这么久。神社祈祷目标事件，目标事件好。那事件看完了吗？处置，用美金来处，然后获得这个判金，就是钻石嘛。这边还有神乐灵哎，神乐灵是要干嘛的、啊？是抽抽吗？看一下，这边的话要花费这个东西，我现在只有三个。哦，果然神乐灵就是我们的抽抽券。那抽抽券的话，你需要花费判金。哦，一个判金就要268哦，我现在才278哎。然后这是信长野望，几率的话、啊，这边有8小时免费获得一次哦，普通的，然后高级的是24小时。那这边有免费一次，好，获得了松永久姬，松永久秀姬魂。所以说他会抽到那个碎片，角色的碎片，深蓝丸，深蓝王丸，发音不太好。好，大概了解一下。那信箱在这里应该没有福利，因为他的福利好像是要给你序号，你帮忙你要自己去兑换。这个店可能是我们布置吧，布置的玩法吧，我猜啦。那战计划目前我有5只，那品阶的话有 URSSRSRR， 这个我那时候有一只看啦、啊，我就一只这样看。我那时候玩简中版吧，之前信长刚好多跑马灯有跑出啊，有人抽到是不是？德川家康祖宗半兵卫，这个都是名人啊，历史名人。丰臣秀吉，猴子，猴子最后统一了日本啊，然后最后好像要越海打韩国还打什么就失败了。毛利元就，伊达正宗独眼龙，真田信隆，齐藤道三，这是那个织田的那个岳父、哦。稍微看一下，这我都不认识，柴田胜家知道啦。前田利家、前田信都知道嘛，明智光秀嘛，版那个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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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知事乱、啊，就好像刺杀了吧，刺杀那个织田，好像赖到他身上。深蓝王、金川义元、三好长庆，哎、欸，没了吗？移不太过来，角色还蛮多的嘛。只是他做成这种列表的话比较不好看，不好整个这样纵览。好，那这边还有人在讲话哦，确实啊，我现在时间是2点多，大家要找工会哦，所以说工会满了是不是啊？嗯，我们继续看顺位，加系这个应该就是工会家族。任务15集会开仓库，剧情我们应该要先玩剧情，然后是城战吧，城战应该就是国战玩法吧，国战玩法你要加入家族啊，然后大家抢据点吧，然后会有资源，抢到据点之后你的每天就可以领到一些福利吧，我在想啦，好，我在想这个玩法。好，这个城池给我感觉就是横版的横向的日本的那个地图啦、啊，以前玩那个太和立志传也是这样、啊，可不可以放大缩小啊？好像不能欸。这边就北海道啊，北海道那边没什么城池啊。那主要就是我们就是在这边嘛，青州、岐阜，然后这边就是京都了。
京都在这附近吧。然后这是四国啊，然后这边是九州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日本地图的概念，就是九州啊。好，然后这边是本州嘛，就关西啊，然后关东啊。只是这些城池的名字都是古代的城池名字啊，我们现在可能就看到也没什么概念，因为日本没那么熟，我只知道青州啊，然后这几座城吧，岐阜、美浓啊这几座。好，地图有没有？这边就他这边讲东部，其实就是有点接近北海道在这边的。然后这边甲信、中部、近畿、中国四国、九州。他这个地区的名字很多都是古代称法称呼啦，所以说要玩这款游戏要加入一个家族啊，强大家族。好，我们怎么返回主城？那觉醒者之路，你就照这个主线任务一直来玩。他要升到五级嘛？本当に綺麗なんですよ。冷静に考えよ。好，这样就五只了吧？バンジーキュースの。好，这边继续，成功恢复岐阜城。好，这边扫荡拜访。然后一件布阵，轻松简单。反正他可能会有战力推荐嘛，然后我们战力多少这样。那我们现在自动冲啊冲啊，看他的小小兵有没有开始战斗。游戏还是不错的啦，好不好？那个评分 2.6 二点几分那是假的。然后开服第一天，他玩家不爽就点给一星，然后就不玩了，就移除了。然后大概过几天，那个游戏厂商就会找人去洗分数嘛，洗到四点多分。因为那个 Play 账号的账号一大堆啊，有那种专门在洗分数的那个公关公司吧，广告公司吧。你看那个留言复制都是复制贴上，就知道了。好，继续，稍微跑一下。所以游戏目前玩法就是美少女嘛，战国嘛，然后通关冒险嘛，推关卡，占领城池，然后加入家族之后，你就可以去参加国战，类似那种城战玩法，占领地盘。那身边已经没有语音的啦，齁，新手教学大概玩了八分钟嘛，但语音就结束了，就不会有语音了。啊，打我脸欸，这个应该是功能啦。我所谓的语音就是那个剧情语音没有，都是只有这种教学的部分，然后还有搭配一些语音这样嘛。那可以扫荡这些装备，这个装备跟我们那个进阶有关系。好，然后这边要品质达到绿，我们就要进阶嘛。啊，绿色绿色绿色，我要怎么看绿色？这边嘛，绿色嘛。这边没有嘛，进训练，然后升阶，它就变绿色了，变那个竹心头。确定。好，训练一下。怎么都竹心啊？都近战就对了。哦，这边有工兵见到啊，这个是那个不一样。这是猫摇阿姨哦，好吧，猫摇阿姨。冷静に考え。舞い落ちる花ね。就搭配一些声优啊。あのね。当然，这种声优就只有一两句而已、啊。カズマスの手。好，那就完成了初章了吧？那就继续玩第二章，然后就会慢慢开启其他的玩法。好，觉醒者之路，好，完成了。那就开始第二章，好，第一章刚刚是第零章，章节预览没有了，没有出章了，也不见了，就第一章、第二章这样。好，那我先玩到这边好不好？想玩的人就看一下那个影片下方资讯栏位。
我会把游戏的下载连结啊，他们脸书资讯放在游戏影片的下方。升级好难，工会还在找工会了，23等，我现在7等而已，我才玩一下下而已，20分钟左右。好，那就先这样吧，剩下玩法就留给大家来探索吧。我就觉得立位还不错啦，我立位都还不错，二次元风格，那也有这些声优嘛 ，CV。好的，我是哈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开铃铛，我们下期再见喽，大家拜拜。